过年吼，那个什么款的人拜年是一种禁忌咧？你敢知道？哦，什么款的人咧，是一款禁忌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也未起床的人，也是犯太岁的人，是米修阿雄选一边。到这边，来，要袂起床的，犯太岁，袂使个拜年哦。哎、欸，我唔捌听过呢。对啊，是你确定吗？哥，这吼嘛歹讲咧，你犯太岁是家你知影，我唔知。对啊，啊那阵咧困巴巴，你个恶气嘛，绝对我嘛足足。还袂困巴，是还袂困巴，还袂困巴的人咧。哇，所以你爱好啊算了哦。是啊。对啊。这样你个对五千啊呢？是。应该是还袂起床的啦。还袂起床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睏阿袂爽，迄过年时啊，着要好好休困的时间。哎、啊，你甲我叫下，我心情就欢喜啊，嘿啊，心情就爽啊。哎、哦，来、欸、用心理来想，敢那是对的。是，好，确定啊。你但有啊吼。因犯太岁人较济人，我唔知恁是你有你是气有火鸵鸟蛇。哦，多一个。对啊，你若要去甲人拍一下招呼，哎、啊，你有犯太岁无？哦，蛮样嘞，吼。嘿，嘛对嘞，是哦。好，所以你的但是阿袂起床。好，咱来问老师者，老师是不是阿袂起床的人？这个。真假老师宝，你算一条。对啦。好，咱来请老师解说。一万千五咧讲另外一个答案啦吼。啊，但是要来解开，这个是正确的啦吼。因为咱要为庆生倒入眠床顶吼，啊，咱就甲拜年。那想讲，伊是已经人不爽快，袂得起来。哦，下课啦。嘿，这是无好的代志。无好的代志。所以咱希望讲，人起来，精神足好时，咱甲拜年，安尼才袂干咱。把人打七岁了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